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continuing our series in Wuhan. We are at the legendary VOX Bar, which Sophie Coe, whom you may remember, said was the best venue she's ever played at anywhere in the world. Roll clip. But the highest high for me was a particular venue in Wuhan called VOX Livehouse. And I think for me, and I'm saying that on behalf of these guys, was the best venue I've ever played in my life. I found it the best venue, and it's actually in China. Okay, so we're going to go ahead inside. Only the coolest people can enter. Here at VOX, and he was very helpful in helping us to plan a lot of our bands here in Wuhan. As you know, the Soundstage is based in Beijing. Zhu Ming,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酒吧吗？这里就是 VOX， 是武汉现在唯一的一个 live house。在这里我们。每一年都有几百场演出在这里，可能全世界的乐队都会来到这个地方，为武汉的年轻人展现他们最好的音乐。那你说是武汉唯一的 live house 是吧？哦，听起来挺酷的。我可以在这工作吗？不行。反正我不想在这工作。Anyway, let's check out the one.现在就可能即使是他第一次来 VOX， 即使他第一次看 The One， 他也会觉得哎，这个音乐还不错，挺好听的。在武汉这个城市应该是有1000多万人口，而在武汉的大学应该也就是全球最多的高校，大学大学生也有110多万的大学生，但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只有这么一个像 VOX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 live house，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一个现象。100多万的大学生，每一场演出的可能有时候就来个百把十人，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是500-600、600-700的也有，但是这个太少了。这个就是好像你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里面，好像。做这种现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们乐队组建于2012年，就是伴着世界末日的恐慌，然后我们觉得应该给人们带来一点爱，带来一点真正的就是美妙点的音乐，然后我们就组建这乐队，就至少在世界末日的天，就是有美妙的音乐陪伴大家一块儿去度过这个艰难时刻。最后世界末日没发生了，我们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我个人是第一次在电影里无意中听到就是这种老音乐，然后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比如说《阿甘正传》啊，或者是或者是低俗小说一些这样的电影里有这样音乐，然后我就会查。然后其实很早就听披头士或者听猫王，但是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早期的音乐是这样的，最后我又返回去听他们早期的音乐，发现都是一种差不多的音乐，比如说 Chuck Berry， 比如说披头士，比如说猫王，比如说 Jimi Hendrix， 比如说这些大师，就是他们在早期玩音乐的时候都是这种经典的摇滚乐，我觉得它是比较真实的摇滚乐吧，我就选择这种。然后我们在这儿工作的目的，第一是我们真的是喜欢摇滚乐，第二是我们也想接触一下摇滚乐周边的一些，就是就摇滚乐周边的一些文化吧，然后顺带还有各种摇滚圈里的人啊事啊，然后最好是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多看演出，所以这对我们也挺好的。就所以说我们成为同事，就是真的是因为音乐走到一块吧，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乐队，所以特别每天在一块特别开心，真的是。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两个情侣乐队这个历程。对，然后我跟他也是情侣，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在北京认识，然后一直就其实是这两位对，就是对差不多吧。然后 VOX 就是我第一个在就是学校之外演出的场地，也是我现在就最常演出的场地，真的我就伴随着我玩乐队的这个经历吧，然后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熟，然后现在也是他的员工，所以真的对他有就像对就是对自己的一些故乡一样，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感情吧。以前看演出的人肯定不多，每场演出大概有5-60个人，但是几乎有30人都穿着皮衣，穿着马丁靴，然后挂着链子，然后现在每场演出最少都会来50-60个人，但是现在会多一些各行各业的，我看到有白领，有学生，然后或者有一些老人，或者还有一些公司职员，或者都会来这儿去感受一下摇滚的气氛。然后这几年也是 VOX 的发展几年，也是伴随着就是摇滚乐慢慢的就深入到中国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听摇滚吧。